竞选约克区教育委员，播种社区公益事业， Simon 收获了信任与友谊。优秀移民二代，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，开展公益活动多年，关心社区，心系社会。出身国内钢琴教育世家，在温哥华生根发芽，开创成人教育新局面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